话呢，有一句话，新年的时候叫正月不空房，什么意思呢？也就是说在一月里面，整个一月里面你都家里不要出去玩。很多人不懂的，正月就是新年的年初一到这个整个一月，不能家里没有人的。如果你过年的时候把门一关，你带着全家老少出去玩了，我告诉你，就有恶凶神恶煞到你家来，你一回家你就倒霉，明白了吗？啊，这是很重要的，讲给大家听啊。那个这个呢，实际上这些东西呢，你讲佛法呢也不一定完全属于佛法，但是这些东西呢就是天上的知识，那些菩萨下来，那些太阳